俾你知，如果我死咗，你嘅 friend 好耐啦，游戏。原来咩姐同金夫人一样唔见得光，因为我想见嘅唔系你。咁你想见边个？我怕讲出嚟吓亲你。讲起佢。 前面就系吴秀君太保间房，呢边可能喺度，睇上边，兄仔，佢咯，听话。Yes sir。 过来，过来。马头。
大昌，阿跑，菲菲唔掂啦，睇住佢。 喂，阿哥，咩啫？佢有 message？你收到个好消息，系关于菲菲嘅，想唔想知？阵间我识自己睇。你以为你仲可以走得甩咩？一定会。咁我就要俾你一个坏消息，你永远都唔会知道菲菲发生咩事。 打俾CSTCB， 佢哋揾梁希位置。Yes sir。拜。再有人揾你嘅，我会叫佢参加你嘅丧。家姐，冇阻住你啊嘛。 估唔到你会揾到嚟呢度，我想要嘅嘢自然会揾得到，完全冇难度。做咩？又扮英雄啊？咁老土嘅嘢，咩姐你唔会中意嘅？咁你应该好清楚，我中意啲咩？赚钱嘅生意。好，讲嚟听下。我帮你搞掂杨俊雄，你放咗梁希。 杨俊雄条命冇梁希值钱，我系唔会做蚀本生意。完全同意，所以杨俊雄只系钱财，仲要系熟。主菜呢？利民集团，成个利民集团交俾金夫人。 呢样嘢好似唔系你一个人话到事吧？冇错，不过发声明利民私有化就可以。咁金夫人会有啲咩好处？私有化需要大量嘅资金，要借贷，金夫人当然系我最大嘅债主。无论私有化成唔成功，我都会连本带利还钱俾金夫人，到时本金同利息。 都系合法收入，唔系黑钱。主菜几吸引？甜品呢？当然有啦。私有化嘅消息传咗出去，利民嘅股价就会大升。到时我哋揾人头扫货，炒高个股价，然后再散货出去，黑钱变白钱。个价升咗，你私有化嘅价就会好高。你够钱咩？ 所以咪要金夫人借多啲钱。万一私有化失败，利民嘅价就会暴跌，你会蚀好多钱。暂时嘅啫。你有信心炒翻上去？我相信我呢个 menu， 无论我、咩姐同金夫人，都会食得好开心。菲菲。 菲菲，点啊？有冇事啊？颈椎骨折。咁颈椎神经咧，有冇事啊？医生话要等佢醒翻，同佢做一个详细嘅检查，先可以评估到。不过医生话要有心理准备，佢好有机会全身瘫痪。
对不起。